她姓苏，名叫丽珍，大家都习惯叫她阿珍。你们知道吗？阿珍是工厂里的老员工，但是职位超级一般。虽然只是个小员工，但为人勤奋，又乐于助人。哎，为什么在这边吃东西呢？我们肯定有东西吃啊。没关系，我不是太饿。哦，很肮脏哎，这边起来，要在这边吃，来去里面吃啊。再见啊。好的，老板。为什么说丽珍是老员工？因为有一班不得了的同事咯，你们看。丽珍为人正直，不会撒谎，口才不好，讲话也会结结巴巴，甚至不小心得罪了人也不知道。不喜欢丽珍的人，甚至会找机会欺负她。这个报告到底是谁写的？那些数量全部错到完，这么低级的错误都可以犯，现在怎么办？老板已经在催了，然后客户又在那边追货，现在做好了又错到完，你告诉我谁要负责？丽珍小时候很安静，中学毕业后也没有几个知心朋友。丽珍唯一的爱好是看书，比起看电视，她更喜欢躲在房间里看自己喜欢的书。她不爱社交，在班上或在外面，常常都是一个人。就算有男生想接近她，他都不搭理。来，这个刚刚买的，很新鲜，刚刚新鲜出炉的，来吃一点。我不饿。这样瘦了，还不吃？来吃一点先，不要先挤了。来，我说我不饿，不要。丽珍不太会说话，也没有人教她。父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离婚了，父亲抛弃他们母女俩到外地工作。母亲则靠自己的双手帮人家打工，抚养丽珍长大。自丽珍懂事以来，她都能理解妈妈的穷、苦难和不开心。丽珍的父母早年离婚，身为独生女的她一直很自卑，做什么事都没有信心，就连站在同学们面前说话都不敢，紧张得瑟瑟发抖。来了又走了的人呢？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带来的这个缺失，是我任我后天看多少书、做多少努力，都填补不了的。要知道，
伤害你的，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到现在还会对你说过道开着点车啊。真的、啊？哎，这六点了啊，要吃什么？你做梦？你做梦？你看什么看到哭？没什么。什么？妈，不要煮啊，我们出去吃。OK， 你赶快换衣服啊，我在这里等你。OK。啊，是我，丽珍啊，爸，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你。人往高处爬，你就去试试吧。难道要一世人在那个小工厂待着吗？以你的性格是可以做教育工作的，当个老师也不错啊。我可以吗？爸爸永远支持你。妈，怎么？我要换工。换工？什么行情了？你跟我讲换工，你有能力做其他工咩？你跟我讲，那、啊、你想打算换什么工？我要进修一些课程。进修课程？你要进修什么课程？你这工作不好咩？收入又稳定，工作时间又固定，也不用很迟回家，啊？我不明白你在想什么，换工。要进修课程。It's gonna be time to chop up some basil, and it's just gonna be roughly chopped. I'm not being fancy here. You 发呆啊？来，喝杯茶。杨有心事啊？没什么啦，就觉得很多东西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帮我决定的，包括这份工作也是我妈帮我找的，我想做一些决定，我爸又支持，妈又不支持。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点前途，茫茫的感觉。你不会想要辞职吧？没呀、啊。嗯，哎，对呀、啊，上次我不是有介绍你去参加马来西亚讲师协会那个线上的课程，教我们如何规划我们未来的那个课程，你有去参加吗？有啊，不错啊。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做讲师的。不敢啊！你没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可以呢？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有很多专业的课程，是教我们如何成为专业讲师。我觉得你不妨考虑一下。好的，我再去看看。你打电话给这个人，说是我介绍你去的，他就会帮你处理。哎，嗨，医生。欢迎来到我们讲师协会，我是蒂芬妮，我们协会的秘书，来里面请来，带你走看看哈。那边是我们沈老师的办公室，这里是我们严老师总会长的办公室，那我们里面再继续看看哈。想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加入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我的上司推荐的。哦，你就说是你的上司推荐的是吗？非常好。那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对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有什么期望呢？我看到讲协很多活动，
哼。我想了解更多。嗯哼。我也想学演讲技巧。马来西亚讲师协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值得你加入。哎，严老师，严理事长呀！哎，沈总，你好，你好。严总，院长，我介绍一下这一位他想申请加入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成为那个新会员了。那么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总会长你今天很荣幸，他是鼎鼎大名的国际激励讲师。你好，你好，希望能够加入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总会长，你好。自从参加了心灵辅导和心理治疗的课程后，丽珍的口吃渐渐好转起来，说话也不再结巴。丽珍之所以可以成为讲师，除了有贵人相助，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毅力来克服自己的障碍。最终，她圆了梦想，成为了一名国际激励讲师。珍，在哪？没事。整天叫我猜猜猜，你肯定是在外国了。今天有没有演讲？有啊，顺利吗？刚刚才演讲吗？顺利吗？顺利，刚刚才演讲完。是哦，今天有多少人听你的演讲？今天好像有2000多人。哇哦，2000人哦，上次1000人呢，现在2000人。哇，我的女儿太棒了，你自己在外面要小心一点哦，尤其在外国哦。那你退休以后我去哪里，你就跟我去到那里好不好啊？当然好啦，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多久了？所以这一年半到底你们是怎么样活过来呢？然后你们都是在线上比较多，还是其实都有一些危险的在线下的交流呢？但是我相信这一个疫情已经是真的彻彻底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包括很多人打个比方，我的家婆不习惯上网买菜都可以接受上网买菜。其实我觉得整个疫情一年半下来，然后就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会跟人的连接是真的是好像断了。新春伏虎送吉祥，金虎进家富满堂。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恭祝各界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平安年，大吉大利，顺心年，事业成功，事业成功，辉煌年，阖家欢乐，阖家欢乐，幸福年，阖家欢乐，幸福年，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千万年，恭喜恭喜，五虎生威，万
吉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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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amat menyambut tahun baru Cina。